来开始。等一下，你觉得我要唱中文好呢，还是英文好？我个人比较倾向台语。随便你。所以就录了这个影片，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想一下。哦，对，还有希望你能有好的大学，这是重要的，因为你知道大学是，它就是大学，是大学是一个好日子，就希望你能有开心的日子，然后再来现场看我。然后哦，生日那天要开心，很重要，开心。很重要，然后还想想哦，对，昨天我跟 Jennifer 有看你的 Facebook 的照片，然后是 Jennifer 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他说你有点变胖了，所以他说你有点变胖，所以你要你知道试着想办法去减肥。如果你需要有些减肥办法的话，你可以问我，因为我瘦了7公斤，可以。我觉得我是一个还不错的老师，所以也值得参考。然后呢，就是哦对，还有中文很重要，一定要多学习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我送你的那个本子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本子很好用，就教了一堆现代用语，你知道。然后就是希望18岁你可以就是好好享受你崭新的人生。你可能不懂崭新的意思，不过你可以去 Google Translate 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希望你会喜欢这 video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 video 很烂的话，如果你觉得这 video 很烂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，不是，我想，因为我不是好的演讲者，我不太会说话，所以说呢，如果真的很烂的话，就。也就这样子啊，不然你怎么办呢？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跟你说，好久没有见面，每天都很想你，你问状就知道。然后，你现在终于18岁，你要好好的，好好的，知道吗？OK， 所以生日快乐，回来我们再听。嗨，依琳，我是贾克林。好久不见，我是整了一颗大眼睛。祝你生日快乐你变胖吗？真的？怎么可以凶我？嗨，Elaine。